好，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看微博对阵 CPG， 这是第二局的上半场还是下半场，我已经忘了，这重赛了我都不知道打，就反正第二局好吧。我们先来看地图，红教堂阵容，机械调香佣兵守墓，哎，这机械师上来能被找到啊，狗一下。这个开局跟上一把不一样，上一把淬火开的机械师，而且大概率能知道你娃娃的一个方向，但这边这个镜像好像是被卡住了，那这边再追过去操作一手娃娃，这边镜像两包，哎，包过来左右走一切过来，一刀打倒，哦不，一刀打到一个翻板加速，还要翻窗，但这边没有机会往前走，进窗口加速两秒钟以后镜像，这个机械师已经是一具尸体了，倒在这个位置，干扰的东西有点多，强势的电机在这里，这块板子已经下掉，挂直接挂完以后板子一踩镜像头强势，这个节奏对于微博来说就是差很多很多了，一个是微博的求生者保平争胜的局，现在是屠夫保平争胜的局了，就这个局红夫人基本上已经输不了了，这么快抓到机械师，然后开局闪现还没有交，那这里一个镜像头转镜过来干扰一下堂哥的电机，怎么说呢，红夫人这里虽然说没有拉到东西吧，但是干扰了蛮多的电机的，强势这里电机修不了，机械师这边就死角躺好了，六是六不动的，人家有闪现的，看这边板子博弈，不着急的，红夫人不着急的，你最终就是搏命，你搏命还没结束对吧，我镜像还没好，我三秒钟以后镜像好，大不了就是这个镜像交给你嘛，闪现都不用交了，一个镜像包过来，好，搏命结束，这阿多已经很努力了，但没办法，这个点位溜不动，再加上戒师从雨伤被救下来本身就没有什么可溜性，啊，喝口水缓一缓我们这个对吧悲壮的心情，看一下求生者如何来保平，守墓人这波要救佣兵，这个位置还不能吃刀，吃个刀双倒的话这把有可能会被打成一个多杀局，镜像头要投娃娃，娃娃这边的电机，哎，一刀操作再操作再操作，转个镜还要打，好像是没打中，守墓人来了，守墓人来一刀救下来，不清楚守墓人，不清楚结实娃的电机差多少啊，这边有块板子，也就是稍微拖一拖砸块板，我觉得曲月这边有点着急了，其实没必要，我这边就对着板子空抽就可以了，反正你搏命二十秒嘛，我就算这刀抽到你了，过碗刀打到你了，你搏命也是那个能够对吧去那个再拖一会儿时间的，差不多的，所以说不用着急，这里是结实娃炸点，那把这边机械师挂飞以后顺手把娃娃给打了，12秒以后刚好镜像好，还是说这个娃娃就不管了，找到外置位找节奏，找节奏佣兵守墓都是半血，不管这个娃娃嘛，就怕待会儿求生者捡起这个遗产娃然后直接把这台电机点掉，这个操作我们是见到过的，哎，这边是没有去捡遗产娃，而是佣兵直接来补也行，在电机差了 15%， 守墓人这边有个铲子被找到的话，看看这个铲子怎么交，我觉得提前交了，要不然红夫人手上有闪现的，当面交有可能就是人没铲没，交了吧交了吧交了吧，不交吗，不交，这距离拉得越来越近了，哎，这抽一刀一个镜像头一刀打出来还行，交了镜像，但是守墓人这里要倒在调香师的遗产的话，这一局电机就等于说外面要重修一台，而且这边的闪现没有交，甚至取悦待会儿可以切个市场，你要强修我这边市场，留一个底牌留一个技能，求生者这个节奏就很差了，外面的佣兵是半血，他还没有办法来救人，救个人佣兵得倒，佣兵外置位重修一台，调香师这里要救一波人，哇，这好难啊，这红夫人坐拥天时地利，香水先骗跟过来，不着急，等你把人救了我再出这一刀，一刀打在了调香师身上，调香师这波非常完美的救人啊，回忆这里调香师非常完美的一个救人，救完人扛一刀香水还给回了，非常非常的优秀，那这里调香师带走守墓人拉开，哎，
这样的话，哎，提前的一个香水，这强势站出来了。这强势两波操作把求生者从悬崖边拉了回来。这要不是强势这两波操作，这求生者已经没了呀。香水，哎呦，我去，这一三瓶香水三重余韵，这秀翻天际啊！这三瓶香水价值千金啊，不是这三瓶香水这已经凉了呀。现在的话虽然说红夫人还是有机会，这边是去补了那个守墓人去补了小房的鸡，好，一刀打电击已经压好，还行还行还行，这样的话有机会能保平了。红夫人这边是没有传送的，60秒的传送回到再一次，感觉每当求生者被逼入绝境的时候，总有一个调香师会站出来，小迪老师的调香，还有回忆的调香，包括之前仔仔的调香也是。哎，这边等，再等，再拖时间，再拖时间。电机直接点亮，一个镜像头，这调香师要没，看，横向走，横向走，横向走，加速结束，一刀倒。但镜像交了的话，这边佣兵是已经贴门了，守墓人这里是可以走的。哇，这个平局保的真的不容易，这调香师太帅了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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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曲月就有点亏了，这一个大好的一个开局。